叫李居正，今天是4月30号，我们今天现在在这个土耳其的国父塔特克的这个博物馆我们里面看到了它有一个40吨的这个墓碑，然后它是埋在这个墓碑下面地下室里面，然后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蒋中正的这个照片在这个博物馆里面。 Too bad 他不让我们照相非常遗憾不然的话可以机会给大家做个纪念这边风景非常非常漂亮今天天气又好好我们就到这边为止，谢谢。